姐夫，太近了。你看，你们现在那个局面是怎么样？李欣你要坐下。对。没有没有，真的要离开演艺圈。我喝，我喝严重。别坐了，我喝。哦。那个明星，来吧，我们今天是选男生呢。你觉得玉峰会选你吗？最美，结果全场最美就你了。对啊，还是我们可以一人一半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小麦老师，你不觉得你现在很窝囊吗？等一下，怎么会这样？所有女生不玩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一人两片了，好不好？那我全部吃了，你全，哎呦。哎呦，真的吗？真的，来。你还一直吃哦，你不咬一口，我的天哪！好了啦，你看他的，你真的以为我们这个是在宣的噻？你眼睛都是泪。这个超猛的，超猛。